据山西中阳县消息，2022年8月10日22时至11时11时，中阳县遭受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特大暴雨。根据气象台自动站监测，最大降雨量为金罗镇百草村205.8毫米，汛情最严重的乡镇为宁乡镇、金罗镇，两乡镇均不同程度存在房屋倒塌、道路冲毁、车辆被冲、农田水毁、部分人员被困等灾情。目前该县已经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，全面展开防汛抢险救灾工作，受灾情况正在摸排。